人生有几个是什么？道理我们要算一算，这个算盘要算一算，你的价值在哪？人生的价值在哪？所以我们需要主开启我们里头的眼睛，被他那个神圣历史来吸引。所以今天早晨交通这个负担，这帮弟兄姊妹们能够有份于主在地上神圣的历史。那下面我的负担是这样，我们盼望我们高雄教会能够接受一个负担，那么在座还有屏东的弟兄姊妹也是一样，我们盼望我们主把这个斯里兰卡这个美地交在我们的手里，我们就要借着祷告，借着奉献，借着人去来关心神所赐给我们的美地。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的就是祷告，你可以为这个祷告，你有祷告你就有份。第二个，每一个人可以做的就是财务的奉献，你可以为这个奉献，那个也是在神的历史上有份。主若释放你的时间，你最好人能够去，那是更好。那今天我就要交通这个点，人去。我们已经去了四个梯次了，去年我跟吴弟兄第一次只有两个人，还有我们郭弟兄还有他姊妹，我们只有我们四个人去。今年呢，我去了三遍了，二月去，七月去，八月又去，去了三次。那我们是觉得现在在斯里兰卡那些需要，很需要的是什么呢？就需要有一些弟兄姊妹，去那里啊，住上一个月。一个月做什么？牧养神的群。你看我在这里啊，真。